到我死之前，我的媳妇都只有李娥一个人。到要是再继续这种态度的话，我就要拿掉这个孩子。华姨，您就准备一辈子当个杀了孙子的凶手吧。辛苦你了，说不定最后还要麻烦你再来演一次。哎，当然了，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了。嗯，<笑>所以一切都是那恶劣的女人的阴谋吗？ 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姐姐们的逆袭》全新2小时。